大家好，我是 Annie， 这里是仁川国际机场。今天呢，我去中国，今天我出差去上海，然后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是几句常用的表达。네먼저이표현过瘾过瘾네이뜻인데요그중국인터뷰를보면스타분들이이표현을정말자주쓰더라고요그래서어떤식으로쓰냐면진행자가그연기하는과정에서좀힘들진않으셨나요你演戏的过程是不是很累이렇게물어보면아니요전혀힘들지않았고요真过瘾那个过程真过瘾혹은那种感觉真过瘾네이렇게많이대답을하더라고요여러분도왠지그느낌이오시죠어떤뜻인지느낌이오시죠여기서过瘾하면은짜릿하다네그연기하는과정에서여러가지일들이있었지만그어려움을이겨내고뭔가해냈다이럴때정말짜릿하잖아요그때그짜릿하다그렇기때문에짜릿했어요굉장히신났어요真过瘾정말그게정말매력적이었어요정말끝내줬어요정말제가뿅갔어요그리고정말대박이었어요이런느낌의표현이에요굉장히많이쓰더라고요이말을그다음에이거震撼这个非常震撼这个震撼到我了네이렇게정말많이쓰더라고요그래서여기서震撼이뜻은정말놀라웠어요충격적이었어요네저소름끼쳤어요저를완전히뒤흔들어놨어요그리고어마어마했어요임팩트가있었어요네그래서이렇게다양하게쓰는데원래충격을주다뭐충격적이었어요그런거는给我打击打击冲击이런표현을쓸수도있는데사람이감정에대해서얘기할때震撼震撼震撼到我了뭐이표현을굉장히많이쓰더라고요그래서他震撼到我了이분은요정말놀라웠어요예이분은정말저에게큰놀라움을줬어요예큰충격을줬어요이분정말대단한분이에요네이런의미로또震撼到我了非常震撼많이쓰더라고요네다음은이말认同인데요인정하다정체성뭐이런뜻으로쓰이는말인데되게어려운말이에요네그래서그중국인들이말하는걸들어보면은자주나오는경우가공감하다이런뜻으로자주쓰더라고요그래서예를들면은不知道你是不是认同我的想法네이렇게그래서제생각에공감을하실지는잘모르겠어요네이런뜻이거든요회화에서는공감하다는뜻으로정말많이쓰더라고요정말활용도가또높은표현이죠그과정이정말신났어요那个过程真过瘾那个过程真过瘾那个过程真过瘾그런느낌이정말황홀했어요那种感觉真过瘾那种感觉真过瘾那种感觉真过瘾그사람은정말놀라웠어요他震撼到我了他震撼到我了他震撼到我了제생각에공감하실지모르겠어요不知道你是不是认同我的想法不知道你是不是认同我的想法不知道你是不是认同我的想法